第三站的昆联赛就要开始了，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小朋友们的实力吧。我们搞一个赛前小游戏，规定搞地摊之昆联赛。特别棒，特别精准。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晋级第二关的小朋友。哎呀，很遗憾淘汰了。压惊是不是有点大呀？哎，回来了。第二个晋级第二关的小朋友。这好像有点大了，哎呀，好可惜，差一点。哎，这个小姨，看看，这是我们第三位晋级第二关的小朋友。好，挑战成功，挑战成功。这是我们第四位晋级成功的小朋友，一会儿第二关期待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第二关能否挑战成功。很遗憾，停到了九，没有奖品。会停在哪儿呢？啊，好，停到了八，上面是有奖品的啊。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关挑战成功的，特别棒。看看这小朋友会，这是我们第一个晋级的小朋友，对，第一个晋级的小朋友，就有点轻了，很遗憾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。看看这个小朋友会不会挑战成功？有一点大了，是不是？大力出奇迹嘛，对吧？最后一个小朋友了。差一点点，挑战第二关成功的只有这一位，都有参与奖。我们的挑战赛已经结束了，孩子们的实力都是非常棒的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比赛吧。